久了，可能上一次也是关于电视剧的东西。然后刚刚就是昨天我们彩排的时候看见他们，就是感觉他们好像长大了。就是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这么高？之前没有这么感觉的，感觉他们从小朋友变成大人的感觉。对。但系呢个节目系唔系剧集嚟噶嘛，系一个综艺节目咁嘅物体啊。嗯嗯。你自己点解会又出翻嚟参与咧？我觉得这个节目蛮有趣的、啊，就是我就是当作是一个。我们球员的一个 reunion， 一个叙旧的感觉，然后蛮开心的，可以打打球啊，然后跟大家互动一下。因为最近好像我们的戏在美国有播，所以感觉好像还在延续这个感觉，所以有这个活动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因为刚刚也奥运过了，大家对运动也是蛮有热情的，其实也是蛮期待的，就是觉得，但是还。没想到这个故事可以怎么下去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蛮好玩的，因为第二集大家的默契啊什么的应该会更好。其实他们当然男孩子是比较皮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大应该好一点，而且他们就经历了那么多，所以应该会有不一样。我也蛮期待他们的不一样的表演。